要做一个这样的活动。首先呢，今天是王源的生日，在这里先想祝王源生日快乐。这个活动我们今年已经走到第四个年头了，之前就是想通过借王源生日这样一个机会，给南开的同学送来一点甜蜜，送来一点温暖。而今天这个活动我们有一点特殊的意义，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塑料杯，还有我手上的这个绿植。王源也是今年的绿植大使，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平台，为环保做出一点贡献，也为王源的生日增添色彩。就是很乖呀、然后每次回学校，学校里面就会有很多同学去看他，但是他心态感觉都挺平和的，然后自己在教室里，只要在教室里的话，就是很认真的小孩。我觉得你很棒，然后是我们重庆的骄傲，生日快乐！17岁，生日快乐！然后一个人在外面呢，要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南开永远是他的家。在王源新的一年，希望他能够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，梦想有多远，我们陪你走多远。王源，生日快乐！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